我是带着官职去的，不是去送死。殿下，九库伤身呐！我没有过。你知不知道西道市一周是什么地方？穷山恶水，全是流寇马匪横行的地方。小儿子不孝，让不起担心了。其实，这个巡安御史，是我自己请来的。你自己请来的？ 儿子，新白，你这是为何呀？难不成又是为了鬼草？新白，你要查鬼草，再京城随时可以查，何必去那个地方？就算是事先你不与我们商量，你好歹也要想想你的新婚夫人吧。你忍心让她一个人独守空房吗？母亲，我有理由相信，眼下这鬼草之患，就是从20多年前延续下来的。现在这个幕后主使。 就是当年害死我父亲的真凶，南将军和我父亲，他们不能白死，我一定要继续查下去。眼下只有到了亭州，才有机会找到新的线索。明面上，圣上允我巡视西道，实则是给我机会。 让我可以去亭州一探究竟。和离？我们才成婚两日，你就要跟我和离？别担心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那是什么样子？这份和离书呢，是在咱们成婚之前就写好的。 成婚之前你就想要跟我和离了？我要去亭州了，明日就走。表面上，圣上赐我监察御史去西巡，其实就是准我去亭州调查。上次。 你带我去城楼放烟花，鼓励我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。如果我们过了这一关，我一定要去亭州走调查。查就查，为什么非要和离呢？听我说呀，商别离，他说我娶你，心思不单纯。其实他说的也对，这次成婚。 便是我留给你的保命符。什么保命符？成婚之前，我并不知道陆定昭和李俊会死，便想着以郡王妃的身份护你周全。我准备和离书，是我担心若将来又有人要陷害我，甚至牵连到我的家人，到时候便可以拿出和离书。 与我断绝关系，这样就不会连累到你了。可是陆定昭和李俊都死了，可是京城还不太平呀。我不管，我要跟你去亭州。我朝没有巡安御史带着夫人巡视的先例。那我现在就把和离书签了，我就不是你的夫人了，我是你的丫鬟老妈子，这样可以去了吧？ 别担心，这次西巡，我确实有很多要务在身。你就算跟过去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分身照顾你。我不管，这都是借口，你就是想撇下我。好吧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希望你可以留下来，留下来保护月下王府。 我，京城，或许还有很多阴谋诡计在等着，绝对不能再出现外祖父收字画这样的事儿了。可是我，听话，明日我便要走了，啊？那我，你们认为？ 李俊的话。
有几分真，几分假。回圣上，李俊尚未言尽，便被陆定昭所杀。臣判断，恐怕真多假少。圣上，他们一定还在隐瞒什么，亦或是在惧怕什么。蒋新白，朕准你回总捕衙司任副总捕，但你一定要替朕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臣斗胆忤逆。圣上，眼下臣应该去的地方并非总捕衙司，而是亭州。圣上，南境与西境不同商路，唯有经我大齐，而亭州又是西境商路的重镇。臣初步判断，陆定昭应该是想将鬼草经亭州运出境。你有几成把握？究竟是否如臣所料，到了亭州便可知晓。而且陆定昭宁死也想隐瞒的真相，或许在亭州也能找到答案。但若是直奔亭州，恐怕会打草惊蛇吧。圣上圣明，想必圣上已经有了对策。朕特许你为巡案御史，代朕巡视西道。谢圣上。姐妹们跟我走。姐妹们，好像一个人都没出来。一个都没出来吗？嗯，真的一个都没有。这太严冬家，慢走不送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什么老客户啊？没有一个人跟你出来。是说你能搞得定吗？对对对对，你说你跟我客户吗？哎呀，这次杨丹心可是遇到对手了。有我相助，看他怎么出尽洋相。江新白，你娘子被人欺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要是你在就好了，你肯定不会让我被人欺负的。这么便宜，他们这样能回本吗？他肯定想跟我们打价格战，这个女人太狠心了。东家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在想。想什么呀？想怎么办呀？这有什么不好办的？他狠，咱们就得比他更狠。怎么狠？一会儿你去烧一锅开水，等天黑的时候，我就得让他们知道锅是铁造的。大娘，你该不会想烫死他们吧？这可是犯法的。我现在好歹是郡王妃，犯法的事不能干。把心放到肚子里，犯法的事儿咱绝对不干。
等天黑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搜罗，我听说你要宴请几位石家老臣，我担心你一个人难以应付，便问父亲不请自来了。父亲稍后就到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我高不高兴的，你不是都来了吗？你该不会还是因为上次生我的气吧？之前的事情不必再提。是是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和父亲在，那些大人定会对你以礼相待。多谢诸位大人今日能赏光前来，梭罗今日宴请诸位是为了是为了继位权吧。你兄长已经被贬离京，对你构不成威胁了，这越江王位那是非你莫属啊。我们越江王府的家事就不劳各位大人操心了，梭罗虽为祭酒官职不低，却并非朝臣，梭罗有意与诸位大人同朝议事，为圣上分忧。同朝议事？不错，还望诸位大人能多支持。